开始造了，没有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你点什么肉包？肉包不够，那你还买三角饭？听说来这里买哦，那你们点什么的？你点那个鲜虾，鲜虾那个起司，你不觉得很像披萨吗？是啊，这里面有包。走，还可以吧？你们会饿吗？要多吃一点啊。刚买两个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够啊，当然要。好呀，金盔破掉了。测录一下。在推录吗？对啊，一样录影的。对吧、啊？要不要讲一下感觉呢？你有吃的吗？对啊，吃了一口觉得它好甜哦。干豆花不甜，觉得比较什么豆花？很有豆花味啊。豆花，豆花不甜，超难吃。还可以吧？好吃。对啊，你要讲一下。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干爸，那就叫爸爸。那要讲一下口感呢、啊？觉得入口即化，我们慕名而来。入口即化，你看那晶莹剔透，哎，赞哦。晶莹剔透。哦。入口即化。干。录一下，觉得如何？这个、哦，我想吃刨冰啊。我也想吃刨冰。其实我每次来都想吃刨冰，可是他五月才开始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工具人？你来工具人，好好笑，这有多爱拍啊！哎，干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发型好帅、啊。没有，不用动，因为你不动，然后变成这样一个超级大花帽。可以讲平的，这个吗？对啊，鱼排啊。哦，看，还在冒烟。非常好吃。不要讲干话，他说，我说只讲。这个鱼肉。哦，这个鱼肉好有鱼味啊！吃起来有点鬼头大味。有点啊，鬼头大鱼吗？是吗？你看，对啊，它上面撒了金粉，你看吗？金粉，但应该都是金粉。没有，从那个花莲的金粉啊。花莲花大鱼，好棒！花莲花大鱼，对，我知道，同时也有金矿。他今天很有精神，这口说话，他没有约。
哇，我好厉害，靠腰这么。感谢学长。谢谢。谢谢师爸，谢师爸。师爸。乖孙，哎、欸，我是不辣的，我是微辣。来了第一口，啊，讲明一下吧。好烫，哈哈哈哈哈！不够臭吧？不够臭，就没有那么香了。小方便，但是嫩的那种豆腐。嗯，我有吃过，很有豆腐，就感觉像炸豆腐。对对对，比较没像那么。可是是好吃的，不同味的。是，不同的。有吧？这个讲很专业吧？会会。哎，我知道怎么讲。入口即化，外食，这叫外食内容，好不好？入口即化，里面入口，里面入口即化。嗯，入口即化，已经化开来了。你看，看不到。哇，好香，已经融化。我留把你剪进去的。谢谢师爸。帮我叫他妈传到你，哎呦，你有帮我拍照吗？我，他有帮你破 IG 啦。对啊，帮你破 IG 了。我叫怡芳帮我吗？今天前真女友。哦，我没有把我名字写上去。对啊。对啊，那我来写一下我的名字，算算。你要写，哎，来。哦，这个艺术圈很漂亮哦。当然了。是哦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